我对于那些质疑我鳄鱼实力的人，我真的是不好意思讲。刚有人说我会被单杀，单杀，单杀，嗯、连闪都没脚就单杀，真的是不想说了。我的这个鳄鱼这个伤害这么的强，有人说我被单杀，我也是觉得怪怪的。这波稳一点哦，因为瓜哥是在附近，我们就把线控着。完了完了，刚刚完了，我控不到了，有点小费啊。这波线应该是有机会控住的，你们小心点。一个好的上路就是会有办法把对面的将军引过来，然后让他想杀你，杀不到，浪费他的时间，就是一个好上路。那上路一直来，我们现在就是想办法不要被九龙 gank， 一直打好我们这条线。你一直住我没有用啊，会不会死？哎、欸，等等，我有机会逮捕他。哇，应该没办法，我那个能量不够。哎、欸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我被逮捕他，他死了。抱歉，杀不死，我非要死啊！哎哎哎，我要死、欸！哎、欸，我要送嘞、欸，靠背，我刚。操作有点失误，快救我啊！草人，啊，他死了！你先请草人，干怎么这么蛋？真是，竟然是喷我！干怎么是打我啊？靠背，他恐惧没伤害哦，太老坦了。对哦，恐惧没伤害，靠背。都忘记恐惧没伤害，应该要等他普攻打完了，再打下去。不过我的错。麦北，我太早砍了，因为我看他被恐的瞬间我就散了，但其实不该这样。雷，没关系，一样是赚的哦。他还是被我打掉，打爆，干的要来了，酒桶一直来、欸，没关系，我们就故意知道他要来，但我就故意在那边刷掉，假装没看到他，浪费他时间，浪费他时间，反正我们不会死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但我在浪费他时间，就是浪费对面jungle时间，然后往前走，好了，右等，好，浪费时间。这样为团队争取很多时间了。你就是你不要装太像，就是你看到对面，但有时候你要装傻，装傻是很重要的，就是要演一下啊。你看他在外面笑我，瓜哥这可能还在附近，很贵。我靠！我敢！我就要来逮捕哎，太扯了吧这几个人。好靠北哦，送来逮捕我，没有没有没有逮捕，小心点哦，当个牛排哦，牛排请上路打尾，因为刚刚其实往这里走，我不确定瓜哥在不在，我可能被逮捕。刚才一直往上靠，哦还是没血，
那应该滚，应该滚。不闪腰剑，刚好在。哎，古拉格是在这，那就不要逮捕了。但这波至少找个机会看可不可以 TP 啊。哦，不行，没有眼。古拉格是在上，古拉格是在蓝 buff， 小心一点的波，这波稳稳的。他们打的是观念，打上路其实技术算重要，但我觉得打上路最扯是观念，什么时候可以打，什么时候不能打，你自己要很了解。然后像古拉格斯就可能来操我，然后我现在要小心一点。其实我现在士兵刚才74-56，但如果古拉格斯一直没有上来，我现在至少可以拿40只左右，因为古拉格斯给我压力太大。因为我不确定他走了没。现在如果你去白目他，你就在送走，你宁可不要士兵，也要打我。跟各位讲一下上路怎么打，不要说Winx不会打上路，我这个观念是超强的。欸，你看那个阿奇尔一直靠左边走，不知道干嘛。但这样我很亏啊，我这样不好打啊。这个线，等他进来。哦，瓜哥，你看他在这里，表示他刚一直在找机会想干我，所以我不打起来是正确的。玩家瓜哥是位置被抓到，我们下路可以做事，我就当个牛排，找机会看我的翻队友。但这个线我是比较怕我队友戴夫啊，因为这戴夫如果一人俩 TP 或一 TP， 对我也很亏，我是亏的。你看我把这个线空在这边，哇，给我海神符哎，靠背。这样我们现在要好算推掉啊，下面就注意，所以注意对面有没有 TP， 像这样。一个贝特，因为他掠过来。哦，干！他交上。哦，干这个阿闪，不错不错。怎么打输的啊？干我没劈死他哎、欸，劈死他起来就赢了，这样没有办法砍死。哇，好亏哦，这个线。这波我做的是比约利亚多啊，但是不知道怎么没打赢。我大概亏了10只兵吧。我之后求你打蛮好的，不然这波会更长。他之后那个很漂亮，不然这波会超长。我应该泰坦九蛇出来之后就要出手套了。大大大，利利利870821，感谢订阅。
引过来，贝特杀到了。哎呦，同伞吗？他杀到了吗？杀不到吧？啊，可惜没杀到啊！回家喽！不过是他俩囧活着，都果断把布甲卖了，直接换这个。这个出完再出手套吧。干这个其实我还想要出鬼刀啊，但我觉得不要出啊。我本来想再出个鬼刀，走个养哥流全攻击路线。但这场其实我蛮缺坦克的，这个就别再合三区了，囧活着就够了，再便宜。对，攻击端打线很强啊，但我觉得我已经不太，我等等需要的就是徽章，坦度比较重要。干要来哦，是不是有人想来干我？打山路第一次，对面江狗从头到尾都在山路的。我操，对面酒桶十一二。哇，这边养那么神啊！看我这边养太猛了吧，五一二哎，而且阿奇也逃回，战之后逃回，我把上路打爆也没有用。哇，被救克！杀得到吗？感觉不行。哦，这里还有机会。哎，这里，他小烧了。退吧，退吧，退了，退了，退了，100个人，哇，10000个人过来了，哇！快逃，快逃，这只能逃了，快逃啊，队友！上被控住了，来几个中塔吧。走走走走走，找机会找机会，会战我们还是蛮强的，只要给草人屌跳一个一样好。哎，有人有人，他勾到了没有？哦，太调皮了，真的，我的大妹。哎、欸，怎么不给我？楚高，哎呀，可惜，可惜，可惜。他小心突袭、欸，我觉得突袭如果从后面灌屁眼的话，我闪现去硬顶他。我顶的是突袭，好，下了一把酒，我上路靠靠。
没来啦，光哥死，拜拜。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啊，真以为可以配合到古拉格斯来啊，傻傻的被我一个秀歪啊。他真的是被我秀爆啊，退了，拜拜。荣耀起了一分钟，对面上路也有，只是我担心是会战啊，干对面球好飞哦，花旗人没有物防，哎，我贴到他应该蛮痛的。我们这边就是要做一个完美，哎，不是完不能完美 TP， 我们要做一个利弗等级的 TP 啊。一个利弗等级的 TP 就可以 carry 这场了。我现在就是先在上路玩，然后看可不可以引酒桶那个白痴过来，然后不要死，切记不能死，死了就没了。然后怎么激动他？干，这次要过一点哦，我又没有靠任何人。哦哟，这出钩不错不错，完了完了，感觉被 bait 了，感觉不能打。哇操！爆了爆了！哎、欸，塔还没点掉。哇，队友在送啊！不能打啊，队友！怎么会去开一个在塔下开一个阿奇尔啊？我天哪！我回去也是打酱油。队友在干嘛呀？这波怎么会直接打进去了？啊，无眼呢？是扣霸王就可以。哦，这波有机会哦。可以哦，速度够快。拿掉了，拿掉了，拿掉了，快拿，快拿，快拿！最好拿完之后可以抓个白痴。对，就是像那种白痴。这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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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操！怎么去看？看没有意义啊！感觉要开阿奇尔哎！对对对对对对。怎么会去开一只珍娜呢？有点尴尬，不知道先出魔抗还是无抗。先出，哎，先出振奋好了。阿奇尔超级痛，我被阿奇尔毒爆。因为刚才波，就算你今天开到真娜了，你那个位置是一直送团队的血，你会一直送团队血量，然后阿奇尔在旁边毒酸送，你一定想办法去干阿奇尔。要 focus 阿奇尔啊，阿奇尔要先打。
这个回不错哦，听到一堆八七，哎、欸，哇，是啊，抱歉，当我没做，这个回很雷，应该可以拿上塔。干你娘，我死！那嘎达。那大大 BA banana 01071966，新干爹感谢订阅。天哪，好难打哦！吃了两个大，哦，干，我被嘟了1541滴的伤害，被围殴啊！吃了两个大加一对招，太想去 A 那座塔了，没想到他们来那么快。有 TP 可以夹吧？哎、欸，多吃啊，多吃啊！哇，没人要守哎、欸，直接送！干没事。算了，推中推中。哦，哎、欸，瓜哥是没啊，送头。谁哦？起风了，起风了。不错不错，但是就看，哎、欸，直接把射一丢进去杀阿奇尔吧。不，床直接跳，这尿直接跳，这要拿。盯阿奇尔，盯阿奇尔。对对对，这样盯就可以，这样盯不错。哦，这个高，漂亮漂亮。虽然后来很雷。哇，这波 nice， 这波 nice， 对面一个死角。哇，漂亮这波 ！LV 800215，感谢订阅。哇，我队友睡醒啦！队友醒啦，好开心啊！狙狙。Nice nice， 直接一波到底，一波到底。猛二鱼屁 ，Nice nice， 我敢求你这个大，漂亮漂亮漂亮。还有这个 TP 砍突起啊，让突起这波没办法收他，直接把他砍到没血，逼了两个大绝，转转转转转转转，玩的不错。哇，这个输出，这个 damage 又 carry 了一场，我得把对面上路打爆，然后各种资源，剩队伍有死。队伍有送几颗，但还可以接受。哎、欸，最后真的是莫名其妙就赢了、欸、就是我先打鳄鱼真娜，把两个人逼在左边，然后瓜哥是一个伊桑。其实你知道这波是谁在 carry 吗？哇！你没有看到中路那波瓜哥是伊桑，他没有丢啊，他丢了是 Q。因为上一波他杀我的时候把他的 R 用掉了，他天真的以为他自己还有那个 R， 就一闪突起，然后发现哎、欸、哇怎么在 CD 了？因为他忘记他在30秒前用 R 把威斯给杀了。我布这个局布了超级久啊！你们以为我上路那个是送头吗？不是，那个都是为了中路这一波。瓜哥是一闪没有 R， 就是为了这一波自三压制直接逆转一场比赛，给自己拍个。给自己鼓个掌，打得不错 ，wins， 三路超能王，对，都。